感谢全国观众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是的，谢谢，再一次受到肯定啊！你看我们这个收视率节节上升啊！是，我们要强调还是这个节目是用脑看的一个节目，所以我们要在每一集当中提供一些脑部的资讯给大家了解。步行啊，还有常常动手，是促进脑不活络活细胞。我是听说经常是慢走啊，这个或干嘛是？没有，快走。快走，对，脚步很快很快走，这样啊，对，脚趾头啊，脚尖啊，哦，灵活运用的话，就会促进脑部细胞的活络，脑部就会灵活。所以对脚来讲，最好的鞋子应该是赤脚。还有一种啊，就是像这个很多人把脚的塞在高跟鞋尖头的鞋子里面了、啊。影响脑部的发展。您的意思说，就是喜欢穿漂亮的美女，就是会比较对比较笨。那是您说的啊。介绍两队，我们来介绍我们的左脑队。左脑队队长欧阳龙，队员天心、郭子乾以及桥牌高手罗继康。罗继康是桥牌高手。天心小姐，大家好，谢谢。天心很不错、哦。今天是要打破传统，说什么胸大无脑啦？我可没讲。就是你不能害我，到最后你问我就不会这样讲。对的，那证明什么？胸壮无脑。不要听了。好，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有好的表现，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哎、欸、啊，不能，你不能这样讲、啊。你问我就不会这样讲、啊。那应该怎么讲？不要让嫦娥笑我们大。有，还有一位呢，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每一队要安插一位我们这个社会的特殊人士。今天这一位恐怕是挽救我们左脑队一位重要的灵魂枢脑——桥牌高手罗继康先生。哦，这个厉害、啊。我们要问他一个比较难一点的问题。哦，请问。请问扑克牌有几张啊？52张，果然厉害。S 有几张？4张，聪明。这什么聪明啊？你问这个谁答不出来？要问难一点。桥牌的心在你们喊起来叫什么 ？Heart，Heart， 哦，厉害厉害。对啊，黑桃什么厉害？黑桃叫什么 ？Spade。哇，厉害厉害。你问你就不懂啊。对对对。梅花，梅花叫什么？叫什么？我问你，问你。Collab。乱讲，其实你 club 的会员很多、啊。乱讲，哎，谢谢，我们这一队很厉害哦。哎，左脑队，我们欢迎他，鼓励鼓励。好，接下来接到右脑了。右脑队队长罗碧玲，队员傅娟、刘汉强以及电脑高手叶威林。叶威林是城市设计师。傅娟，欢迎。我觉得我要不要先把这个挂起来，但是你们就不会笑我了。哎呦，可是拿下来也一样哎。没有关系，生完小孩的人都不会比较笨一点、啊。对，把脑力分给小孩。他好紧张，一来就说心脏会跳出来，从来没有参加那种竞赛节目，我很心情。可是我真的是一参加竞赛就会很紧张，脸都红了。我就会对啊，怎么会心脏会跳出来？应该猪头会跳出来才对。对，你放心。你看，我们都想念你。上次傅威来，我一直讲傅娟，傅娟讲到他后来翻脸掉头就走了、哦。真的吗？是啊，是啊。你今天绝对不能犯同样的错误。哦，不会不会，傅威小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我绝对不会。好，欢迎你来，先看你来。好，欢迎欢迎。接下来介绍的这位是电脑高手叶威林先生。好，欢迎。请问你电脑玩多久？10年了。哦，那我们要考一下他有关电脑的，请问电脑的英文怎么讲？computer， 好、哦，这个很难啊，这个我请教一个比较难的，好，我来，你来问一个，猪脑的英文怎么念？猪脑你就不会讲了，哎，脑怎么脑不会讲？那还算人吗？叫 pick computer 吗？脑叫 brain 的，也是 yeah, yeah, 对不对？ Yeah. 哎，猪脑叫 brain or pick。我们谢谢今天左右脑八位特别来宾，我们欢迎他们。节目内容一定非常的精彩。第一个单元叫黄金眼、哦，这个就厉害了。黄金眼是由 3D 电脑动画绘制而成的一段影片，非常好看。一只纸飞机 paper plane， 好，一定要绕英国。这飞机呢，以它主观视线射出去之后，所经过行经路线，对一景一物都要仔细。通通要记下来。今天是飞进一个教室里面，
哦，好。哦，就这么简单。你看，为什么每个人脸都很难看？那当然，你看，尤其这个小郭的脸，真像小笼包。桥牌高手罗基康，是是是，罗基康现在看完之后，摸摸鼻子像赌神一样。没有没有，他那表情是啊，那个人可以真笑。这么快，你叫我们猜什么？第一题，请看。纸飞机飞进教室的几年级班？还有天心。二年甲班。恭喜二年甲班，恭喜天心，厉害哦！第二题，请看，来。教室四面墙各挂谁的照片？郭子乾，哪四个？国父，国父蒋经国，孙中，不，国父蒋经国，国父蒋中正，李登辉。我跟你讲，国父孙中山，孙逸仙。是没错。郭子乾，恭喜有50分了。各位要继续抢答，加油！第三题，请看，来。黑板上日期是几月几号？罗美美。二月。二月几号？快。2月12号。二月十二号，哎呀，错的离谱哎！还有没有别人抢答？抢答快来！好，来我们的这个桥牌高手罗先生。4月3号，哇，厉害哦！这个都可以看到，这个难，这个难。罗先生果然是啊，非常仔细的，明察秋毫啊。来，第四题，请看，来。垃圾桶是什么颜色？好，天心，天心不要讲话，天心。啊，就来个红色吧。红色，可以抢答，可以抢答。来，蓝色。蓝色，你觉得蓝色？瓜哥啊，刚都忘了一件事、啊，什么说？这位乱抢答，我们这个笨字至少要贴出来。哦。哎呦，我们罗碧丽也没贴啊。哦，贴好了，我贴啊！你看人家多守规矩啊！自动自发，还有刚刚有谁答错？等一下，等一下，贴的方位要按照逻辑。是啊，贴左胸，鼻子呢？这样也可以，往头上贴也可以，也可以啊。来，下面一题，请看，来。后面壁报栏有几张画作？傅娟。4张。哇，你看他的表情。来，请芊芊挂个本，抢答。12张。12张。我抢他，抢他，请贴，不能贴蠢，贴不贴笨，好那个电脑高手6张，好，三题之后不能再抢，6、7、8张，刚刚都是快的，接下来就慢动作再看一遍，比较慢一点，你们大家注意看了，但题目也会比较难，嗯，注意了，请看，来，题就是后面这个音乐是谁创作啊？乱讲，他应该是放错，是是是，好，故意让他看起来比较壮观一点。好，现在我们这个题目又来了，也是一样抢答50分，速度比较慢的，大家仔细思考一下啦。下面一题，请看，来。纸飞机最后停在第几排？刘汉强先生，等一下跟你解释一下，面对黑板，右手边算来是第一排。第三排，哦不啊。第5排，有没有人抢答？哎，请说。4个，第四排，第四排，第几个？第几个位置？第4个，4排4位。郭子乾厉害。是，我真的要打2个4不简单哎。这个真的很难很难。现在我们的右脑通通挂上笨了，是啊。我们左脑没想到，只有我们郭子乾先生没有。没有，罗继康，罗继康也没有。来，下面一题，来来来，看。壁报栏上的色笔最上面是什么颜色？来，刘汉强，刘汉强，刘汉强。红色。红色蜡笔，天哪，这个都答得出来啊！下面一题，请看，来。天花板上日光灯共坏了几盏？坏了几盏？坏了2盏。好。
恭喜罗比尼有50分。谢谢。哦，再来给他加油了，第九题了，请看，来。墙上四个标语分别写些什么？分别写些什么？分别写什么？精诚爱国，四维八德。啊、哦，旁边还有。精诚爱国，四维八德。四维八德是前后的。不用再打了，已经错。好，来，电脑高手。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还有什么？就这两个。就这两个。还有人要抢答吗？哦，欧阳龙先生。不过他刚刚讲的那个两，这是左右的，啊，那是左右的那个标语，然后前面的后面是，前面是这个精卫爱国，精卫，精卫，精诚爱国，后面是四维八德。我都已经答了，都错了，你还答？不是，他们在学生怎么会好像军校里面才有精诚爱国？贴笨啦。OK OK， 那一三个人抢答错就错了，三个把笨先贴起来，好不好？贴笨啦。我跟你讲，其实这个很难。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最后一题，大家要把握时机了，加油了！哦，请看。纸飞机最后停的位置有几样东西？几样东西？有橡皮擦，有书，有纸。哎，哇，真的是四样。欣赏完了黄金两个阶段的比赛之后，接下来进行我们的目击者。今天目击者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画面了，是两个黑帮呢在交易毒品的时候产生的黑吃黑，黑吃黑，而且这算是凶案了，所以今天真正是重案，哎，我们大家都是目击者了，非常的逼真，所以各位八位一定要仔细看，协助警方来破案。对，没有你们的帮助的话，可能这案子就破不了了。大家多加油了，马上进行我们的目击者 Bang。完了，当然完了、啊。拍的逼不逼真？哇，太恐怖了！这跟在看黑社会电影是一模一样的。是，但是讲究要拍的逼真啊。对 对, 对。所以这个凶案是黑吃黑的现场，各位八位也看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请到我们侦缉队的队长林光华林队长。不是，以前不是冯队长吗？哦，冯队长后来我们这个查到的，其实他是专门冒充警官。哦。现在已经潜逃到大陆去了。是，那已经冒充三级了。所以才找到，真的请到这个有说服力的这一队的队长，我们请到我们林队长林光华林队长。大家好，有人发现了，你带了两个漂亮妹妹在华西街出现，有没有这回事啊？Ben, Ben, Ben!
队长林光华林队长。大家好，我是侦缉队队长林光华。今后呢，大小的案件就是由我来为大家处理了。这一次发生在地下停车场巡逻车贩毒的案子，根据警方初步的调查，毒贩者本身呢有黑吃黑的情形，并非呢只是单纯的毒品交易了。所以呢，希望这次八位的目击证人能够提供有益的线索，并据实的回答每一个细节，协助警方能够早日的破案。不过呢，在这之前呢，我希望各位啊要记住，您说的每一句话，可能啊就是我们破案的关键，请各位呢全力的配合。首先，我想请教郭子乾，根据线报，有人发现呢，你带了两个漂亮妹妹在华西街出现，有没有这回事啊？有人说啊，你去那边去吃这个，去喝那个蛇汤。哎，台北那么大，你哪儿不好去，跑到华西街干什么？好，观光夜市，逛夜市。以后要特别注意，像万华这种地方啊，风化区少去，免得惹上麻烦。啊，我先问你问题啊，买方的皮箱是什么颜色？黑色。黑色，哎，这个不扣分没关系，不扣分没关系。不扣分。来，我们再把我们现场交给我们的林队长。来，下面我想请教罗碧林，你家是不是住在忠孝东路统领的后面？干嘛告诉你？哎，好。你想？有人报案说啊。啊？有人报案说啊。报案干嘛？说你晚上三更半夜不睡觉在打牌，影响邻居的安宁。没有啊，都胡瓜他老婆来接我的啊，吴宗宪来接我，我没有办法，我好客啊。好，我请教你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在这个案子发生之前呢，在马路上就被推下车的男子，请问他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哦，那个塑胶袋套在头上，然后呢窒息而死。对，闷死，果然是被闷死的。我还知道那个车牌号码是几号，你会问这个问题？如果是会问的话，我就不答这个答案了。你会不会问的话，我就把这个车牌号码讲出来。我的啦，不会，你请、啊、请说。CY3223。啊，不是，我们题目是问他是哪一个县市。CY 怎么分不出来的？台湾省啊。YG 就是台湾省。我真的吗？你只会 GY 啊，那不行。我想说这林某呀，来，我们看看下面题。来，林队长，来，罗继康，我想啊，桥牌高手，你是个桥牌的高手，那么智商一定很高。我想请问你这个问题呢，我看难不倒你。请问毒贩在交易的地点呢是在哪个区 ？D 区 ，C 区 ，C 区啊，所以他讲 C 错，应该是 D。D 区嘛，猜到 C 不行，哎，好，我们再把现场交给我们林队长。林队长，傅娟呐、啊，听说你家里有个摇钱树，哪有啊？没有吗？我就是摇钱树啊，也对了。我看不是吧？是，真的是我。你女儿拍广告赚了不少钱，有没有缴税？当然有缴了，可是我女儿如果没有欧阳龙是爸爸，傅娟是妈妈，人家肯定不会找她拍广告。你在骂我们家小孩子对吧？要记得要遵守国家的税制，不要逃漏税。对，我们都按时缴税的。好，请问你啊，在D区共停有几部的车子？在D区。哦，不能讲啊，旁边讲就扣分啊。四部。欧阳龙来说，先生代表答对就给他算算。两部。再加三步啊，五步，七步，五步，来，我们交给我们林队长，来，欧阳龙啊，哎，我知道你平常啊很喜欢戴那个太阳眼镜，黑眼镜，毒贩当中戴墨镜的一共有几个人？戴墨镜，我知道，不要讲，好，不要讲，三人。四个人通通戴，来，林队长来，
刘焕强，你的体格很不错，现在警校啊马上就要招生了，万一要是唱片卖得不好没关系，去考警校啊，跟我当同事。我想问你问题啊，请问刚才卖方一共开了几枪？哦，我知道，四枪。三枪，总共开三枪。哇，你看我们画面拍的多逼真、啊。对对对，像电影一般的、啊。对对对对。好，这题也没答对。这个问题。那很抱歉呢，我们也不知道谁会谁。对啊，这个好运得时中，歹运得龙眼。哎，问对时间，还有问对灵验。来，林队长，啊、来。李威林，我想请问你，买方被杀的原因是什么？被杀的原因啊，钱里面有夹一些那个纸啊，假钱吧。伪钞，对，用伪钞了。是是是，来，再把问题交给我们的林队长。来，林队长。朱天心，你最近呢在拍军教片？如果你当兵的话，你喜欢当哪个军种？海军陆战队。我觉得空军哎。飞弹部队。我不懂，还是我想当飞行员，我觉得蛮帅的。我问你们问题啊。好。这里四位男子，你指认一下，真正开枪的毒贩是哪一个？天哪，我就猜一个。不要讲话，不值钱。仔细看，看看体型，体型。一号是倒地的啦。开枪的，天哪，就猜一个二号、三号。可以要求看他们的手。三号开枪啊！对，好，我们终于这个知道了，嫌犯是一号。那到底能不能破案呢？我们再把现场交给我们林队长。来，好。不管怎么说啊，虽然呢、啊，目击证人提供很多的线索，没有指出嫌犯是谁。不过呢，也谢谢大家提供宝贵的线索，谢谢。嫌犯带走了，谢谢我们的林队长，也感谢我们八位我们目击证人了、啊，当然只有两位答对是吧？是，这样也能破案、啊。对啊，糟糕、啊，这天下没有不能破的案。但还好，我们目击者不一定要聪明啊，是警官聪明就可以了，人民保姆嘛，警民要合作。对，这个目击者完之后呢，马上要进行我们的活到老，记到老。来了，活到老。记到老，今天很高兴请到了几位德高望重的长辈来到我们现场。那当然，我们这个单元推出之后，受到各界的好评啊。是啊，尤其像罗碧玲啊，还有很多观众朋友看完之后，觉得最好的单元，除了打电话这个单元是最受欢迎。对对，谁的朋友多，还有活到老记到老，因为这个让我们这个长辈啊，我们也德高望重的一些长辈来到我们现场做做节目。灵活一下脑部，先请左右脑把答案写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有八种动物，就是传到最后一位，他所讲出来的动物会剩几种？猜中的这个人呢，我们要加他100分。是，猜中个人得100分哦，每一位都可以猜，答案可以写一样没关系。罗碧玲写2种，傅娟3种，刘汉强2种，我们电脑高手叶先生3种，然后我们这边欧阳总监也是3种，天心1种。哎呀，郭子乾4种，还有我们罗先生写一个英文数字不得分 ，THREE 啊，是树木的意思 ，tree，tree、啊、tree 是树了，哦、oh, ，tree， 三种，好，我们先访问他们，然后你们可以改答案，没关系，贵姓？双木林啊，林宝琴对不对？对，你小时候念什么学校？国小？日语的。日语学校，日本語わかりました。わかります。本当。本当です。本当です。あなたはこい美味しいです。何が美味しいの？あなたあ美味しい。美味しい方じゃね。あれとても綺麗よ。あなたバカ野郎ね、我で言う。はい。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とても綺麗。そう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なたは好多お願いです。で作りました着物。そう。哎，一起挑拨那个人手，就说那个，他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不是，你讲，你讲乱翻了。着物も自分で作りました。今天很开心。三角形做的啦。好啊。三角形做衣服自己做这一套就看得出来，三角形做不要夹起给我看得出来啊。Spring Young 还是心情很愉快，心情愉快，还有。这毎日楽しいです。そ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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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金そうそう。
毎日楽しい、真欢喜啦。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哦，很多，我有九个。九个，九个。ありがとう。您贵姓？姓郑。郑庄兰。嗯，对。哦，今年贵庚？60。60岁。六十啊，哦。您跟你老公蜜月旅行的地点在哪里？没去过。都没出过、啊、都没出去。你老公第一次亲吻你的脸颊在哪一次？这个私人的事情，但他好开心。没有，他看着我一直跟我笑。我们先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好，厉害厉害厉害。哎，今天好像记得多、哦。今天啊，所以呢，答案你要不要想改的就改一下，想改的我们就让你们改一下，好不好？来，改好立刻亮出你的答案。尤其第一个传话的人，他就很清楚了。好，罗碧琳，啊，没改嘛，二两。三二加一三，好，我们电脑高手变成四了。好，我们桥牌高手也是四，郭子乾四，他小郭都没有改过，天心还是一啊，三好了啦，三的，好，欧阳龙也是三，好，现在都不能再改了，放着，决定了啊、哦，好，我们开始进行，我们二三四都有，麻烦请后面四位长辈把耳机戴好。我跟你说，我和我老婆土鸡是相亲相识的。当年他穿着最流行的山猪上衣，普及山猪海豚短裙，海豚打扮得像个河马似的，坐在没人麻雀的身边。麻雀，我戴着一副青蛙眼镜，青蛙邀请他到狗熊俱乐部去，狗熊跳兔子舞，我们玩了一整夜，他终于答应嫁给我了。总共有八种，麻烦往后面传。哎，请开始。我是要比还是要说？要讲，又要讲，要讲故事，讲用比怎么比得出来？我和我老婆。土鸡，我到那个到动物园，动物园，到动物园，来讲继续，不要打扰。动物园里面有什么什么？别打扰，动物园里面有活马，活马，这个看了以后，看到狗一对，狗一对，狗一对。狗的跟兔子跟乌龟赛跑，我兔子跟乌龟赛跑，你说哪个最快？哦，比说哪个最快？对，就这样。那结果呢？他猜着这个乌龟最快。哦，他猜乌龟最快。对，所以结果呢，我就认为啊，他有脑筋，因为兔子啊。太狡猾了，结果我跟他讲了，跟他求婚，他就嫁给我。哦，好，来往后场。聊闲聊天。我给我老公结婚。一个老公。哎，不是。跟老公结婚了，跟谁结婚？我可以讲。啊？那个。啊。赌气到动物园。到动物园。啊。去看河马一对儿。河马一对。跟这个乌龟赛跑，兔子，哎，那个乌龟真跑，兔子在上休息，啊，谁跑得快？这个，兔子跑得快，但是乌龟不停地跑，乌龟输第一。乌龟输第一。好，下一位，我们走到动物园，看到有两个活马，对不对？两个活马，后来又看到兔子跟乌龟赛跑，因为兔子它也跑得快，不是它睡觉了，啊，它后来改做这个乌龟人了。聊起来，这个活马都有吗？那怎么了？后来兔子跟乌龟结婚。兔子跟乌龟结婚了，往后传。两只什么马、啊？自己讲，这什么马？自己讲。完了，斑马。斑马不是斑马。两只斑马在走，就碰河马在走，那碰到兔子跟乌龟在赛跑。那赛跑的时候，兔子跑得快吗？所以它睡觉睡了。那就乌龟赢了，那怎么两只怎么会结婚呢、啊？这个我也不懂。
什么会结婚了？不知道了。好，来，你把故事重复一下。好，最后一位，这是最关键的。故事重复了，大家不准打趴下。好，请。两只不是两只河马，他说当年他的老婆啊，打扮得很漂亮，坐在什么？坐在河马的身边。后来又看到河，又看到兔子跟乌龟赛跑。那么，兔子睡觉了，乌龟就赢了。好，还有没有？没有了。没有了是吧？谢谢，我们给他鼓励鼓励。好。好。所以我们从头到尾听到的就是一个两只河马，河马还有兔子跟乌龟赛跑，乌龟不是在答案之内，兔子跟乌龟还结婚了，所以说我们老先生老太太他们的想象空间也是很吓人的。所以我们这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虽然记忆不好，创作力很好。是是是，而尤其我们这个最后第二位也很恐怖，兔子因为跑得快，所以在路边睡觉。好，恭喜罗宾林100分，我是罗宾林小姐。接近了，恭喜恭喜！也再次掌声谢谢我们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们，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稍微休息片刻，要进行我们的天才 Bang Bang Bang。你跟罗碧玲是肌肤之亲的关系？对呀、啊，很好的朋友。每一寸每一块土地啊，他的肌肤都是自己摸的、啊。请问他身上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是屁屁跟大腿咯。天才 Bang Bang Bang， 回到我们的现场，前面进行了几个单元之后呢，非常刺激啊！哇塞，左脑右脑很厉害。我们新的一个单元叫做是谁的朋友多？这个当然有很多人抗议说这个电话他想打国际的啦。哦，对对，因为但是我们觉得不必要打国际电话，我们不希望大家移民嘛。哎啊，不是像欧阳龙总监啊，哎是，他外国朋友多啊。哦，对不对？大家打我们这个经费有限，所以说非常的抱歉。要先暂停一下，我要问欧阳龙一个问题。为什么你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我都不知道。好，这样已经家里失和了。不，这个我可以帮他解释。你帮他解释什么？你跟他什么关系？结婚以前的事了。没有没有，那是我留学的时候啊，所以认得一些朋友。你不要瞎掰了。两队现在各派出一位。在我们游戏规则讲的，这个两个人呢，分数加起来几通胜过对方的话，每一个人各加100分。是是，一队有两个，一队两个。两通电话，先把我那两头打掉，要不然忘掉了。那谁先来呢 ？Lady first， 我先。好，来，计时2分，两分钟啊，一比一通打一次，开始。两分钟很难。大嫂是吧？好，不通啊，三号也不通。你不用换电话。他打得很快，但是不通的也很快。挂电话很快。我好紧张哦。喂，大嫂啊。Hey， 我小林啊，你等一下，你不要挂啊！在哪里啊？不要挂，你不要挂啊！喂，哥你好。喂，叫小丽。他现在不在，你打他。哎，叫阿贵，我是罗美，不要挂。阿贵，喂，录影带啊！阿贵啊，录影带都来了。我打给宠物店。杨伟娟啊，伟娟你不要挂哦，哈，伟娟不要挂，伟娟。那七号谁？七号是谁？杨伟娟了，杨伟，我做脸的。杨伟娟了，这八号是谁啊？只是名字难听。喂，你谁啊？我罗碧玲。我胡瓜哈。好，赶快，掌握最后15秒啊！我是罗美，你不要挂电话。8、7、7。最后10秒钟。10秒钟了，通了就算。9、8、7、6、5、4、3、2、1，时间到。喂，才啊。才啊，对，才不要挂啊！才志平，才志平吗？对啊。喂，你是谁？喂，才志平啊。啊。你还好啊？你干嘛？你不要这么嗲啦！你是制作人，人家以为我们打到哪里去了。哦。我跟你讲，不要挂啊，不要挂电话，你不要挂电话。喂。罗香里。喂。喂，啊，断掉了。我们来审核。啊，喂。但是三温暖的。熄灯啊。嗯。你熄灯是干什么的？洗澡的嘛。洗澡的。传播公司啊，传播公司啊，好，谢谢你哈。喂，大嫂。是。我胡瓜，罗宾人跟你讲话，等一下。好。大嫂啊。诺伊米在楼下都没有烧饭呢，他在偷打电话耶。哦，是对，没错。嗯，对。他在楼上也是一样。我现在要得50万奖金，得到了。他们家的费用好可怜啊，还要被密告你。费用打电话也被查到，被查。喂，杨伟坚啊。啊。
你跟罗碧玲是肌肤之亲的关系。对啊，很好的朋友。他每一寸每一块土地啊，他的肌肤都是最多的、啊。请问他身上最优秀的地方在哪里？当然是屁屁跟大腿咯。屁屁跟大腿，屁屁跟大腿。那你们看不到的，只有我看得到。哦，你常常跟他一起洗澡吗？我看得到，摸得到，还可以观赏。真的让人羡慕。伟健，拜托你了，这电视耶，你给我讲这么清楚。还有什么关系？本来就是好东西要给大家好朋友分享嘛。啊，那你还等什么呢？3:30跑来，我不接客了。啊，不接客了？这什么地方、啊？你们聊起来啊。这个警察马上。喂，录影带店啊。老板。喂。你说刚刚那一套录影带在哪里？在张小燕她妈妈那边。张小燕她妈妈那边。她最喜欢港星的是谁？他好像每个港星他不忌讳耶，每个港星他都看他。生人不忌型的，只要活着，对不对？男的就可以了啊！你等一下。好好好，拜拜。哇，这派呀！猜啊！是啊，三缺一啊！谁跟你三缺一啊？啊，你缺三缺三。漂亮，制作人有立场。哇，你看。你看我要打电话给他家等。等一下，傅娟会打电话给你，要等他电话，你不要挂、啊。谁要打电话给我？傅娟。傅娟打给我干嘛？三缺一，缺三缺一啊！你啊，我啊，傅娟啊，小丽啊，小丽啊。你是谁啊？不要演了啦！嚯、哦，你在那边看我的，不是打台我的插画没有一次演，你还要演什么？他好爱形象啊！你看这个时候还不承认。再见！哎，掌声给他鼓励。武通，武通啊！才有武通，错啦！现在请左脑派出代表，左脑派出欧阳龙先生。好，小心打，派座就在桌上啊！看得很严格。哎，开始。你小心不要打出那种怪怪的电话啊！Hello, Marianne. Hold on the phone. Don't hang up, OK? OK. 喂，小慧，我妈妈加油，妈妈，你不要挂电话啊，欧总今天找你哦。快，已经过一分钟了，加油。喂，妈妈。哪一位？妈妈不要挂啊，我是小龙，你把电话 hold 住啊。妈妈还问他哪一位？喂，不要挂啊。你不要挂电话，欧妈妈。五。喂。四。三。二一，时间到。总机，你不要挂啊！欧阳龙找你们，等一下。再见。在哪里嘛？这我公司啊。啊？因为我拨分机的时候，他没有让我。是不是那个总经理卷款逃亡？你要赶快回去看看哦！不用，我看先。你先跟妈妈讲一下，妈妈好像没有什么耐心。这个第二是谁？哎，先。Hello。Marianne， Marianne， 好， okay. 这个确定了一通。OK， 四号公司，你的妈妈现在喂，妈妈，喂，小浪，哎，听得到我声音吗？啊，没事，你可以挂了。没事，没事了，拜拜。啊，好，好，哦，妈妈确定，哦，四号也确定了。喂，我是欧阳龙。啊，龙哥吗？哎，喂，你好，我是杨明慧。OK， 好，好，没事，好，没事。八号应该。喂。我要找洪小慧。我就是。OK， 好，拜拜。拜拜。喂喂喂。Hello， 梅佳你好，我是欧阳龙啊。你好。OK， 好，拜拜。拜拜。啊、哎，你也太绝情了吧。当然了，目的达到了就不需要聊天了嘛。他先生本来不会那么无情。好、哎。傅娟在现场，他要表现很酷。对，表现。其实平常啊，他在跟公司小妹都打情骂俏、啊，还约人家喝咖啡啊。好，起头，恭喜。傅娟，加油了，加油！这个人家兄弟阋墙，他这个夫妇也要阋墙。因为但是他们的状况特殊啊，他也可以打给 Marianne 嘛，哎，可以，因为也是他的家嘛。你想跟他讲话吗？哎，对的，他家的 Marianne 长得像关之琳哦。你问他，他最不要脸，他第一次看我们家 Marianne， 他这样看，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他这样跟人家唱歌耶。这个不用讲，总经理形象太坏。一杯，开始，开始。哎，怎么哎，旁边怎么多一个出来啊？喂，喂，亲爱的喂 ，Michael 啊，你是哪？Michael， 我要打几号？第一号是 Michael， 第一号是 Michael。那个台志明在不在？我要打台志明，我要找杨小林，杨小林是什么？是傅娟，我要找台志明跟杨小林。没有啊。喂，好，等一下，不要挂哦。哇，摔电话。台志明啊。等一下，傅娟叫你不要过来。Hello， 美人，都好了，都好了 ，OK， 鼓掌，美人，喂，喂，熄灯吗？美人，哪一位？美人，我是傅娟，我是小丽，你不要挂哈，不要挂。Just a moment。喂。还有人偷打了，在那边偷，加油啊！没有啊，我帮他接这一通。已经一分钟给谁？十一、十二。喂，阿蒙，不要挂，不要挂。阿蒙，阿蒙，傅娟，不要挂。十二。喂，阿蒙啊，你等一下，我胡挂哈，傅娟叫你不要挂啊。喂，十三，喂，没有了。
十三谁？喂，不要挂，弟弟不要挂，不要挂，我是傅娟，不要挂。十九七六五四三二，不要挂电话，不要挂电话，一时间到了。我们想你啊。OK 是吧？对啊，我们在天才边边边想你啊。你两年没有见面了，现在突然想我干嘛？我两年没见面，可是心里还是都想着你，永远都忘不了你，真的。太恶心了。你要不要跟胡瓜哥哥讲电话？他说他很爱你，他说你是最美丽的制作人。我不讲哈。喂喂，蔡志平，那个上次就两个特别来宾吧。啊，没有，还很多，待会还会打给你。慢慢等，好，拜拜。在我跟你讲话也没关系。拜拜了啊，拜拜拜拜。哎，等一下，瓜哥跟你说话啊。不录了。小林不在，找他那是。哥姐在不在？合理啊。每天都不在干嘛？合理。走了，好，拜拜。哎，无限无限。哎 ，Mary。Yeah. You are so beautiful to me. Shut up. 啊，你等一下 ，Hold on, please. Hello, Mary. Mary, wake up. Yeah. Yeah. Okay.妹妹 wake up， 拜拜拜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通了，八通哇，八加五是十三通，十三通他们是七通，好，请入座，郭子乾，可以了啊，准备，开始，二号，好慢哦，小郭，小柯，哎，做节目你稍等下哈，三分钟了，麻烦你姐，喂，小柯啊，郭子乾靠你了，要快快哦。慢慢来，不要急。喂，喂，马上请找高师傅。高师傅，哎，我小郭，加油，一分多了哦。喂，马上请找蔡志平。蔡志平，蔡志平啊，我们又见面了。小丽吗？做节目可以怎么会说烦？你马上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你啊，等一下。谁要找我？不要挂，不要挂，等一下。时间到，好，最后一通，算，算，算，最后一通通算，什么？谁？谁？谁 ？Robert。Robert。收不到讯号了。打给 Robert。好，好停。第一通，好。小柯。哎，太不。哎，晚上。澎湖啊，你要打得通哎。你在澎湖啊，打通最好了，一分呢、啊，一分呢、啊，好了，没事了，好，拜拜。好吧。喂，还在澎湖的。高师傅啊，哎，我不挂了哈，家里门口记得，阿弥陀佛，好，多谢你，多谢你，才了，才这边，这你又增加一分了啦。哎，我问你，你礼拜五有没有空啊？晚上？礼拜五啊，礼拜五发通告哎，发通告哎，礼拜五在垦丁呢。好，欧阳龙有没有空？欧阳龙，有空有空。那待会打给你。一个节目做两个，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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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好，哇，七号家里，七号，九号九号蔡小姐，哎，慧芳啊。哎、欸，小郭啦！哎、欸，新马新马，哎、欸，没有啦，做节目啦，做节目没事了啊、哦，可以挂了，可以挂。好，谢谢。哦，一二三四五通，五通，五加七也不过是十二通，这边十三通。好，所以说在谁的朋友圈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是恭喜右脑获胜。好，右脑每人加一百分。好，我们稍微休息片刻，马上进行我们的天才 Bang Bang Bang。Bam, bam, bam, bam接下来看画面，我们有第四台的广告。这个人口才啊，这口沫横飞啊！是你听他讲完，推销员听他讲完之后，各派一位代表出来写答案。Big Ear 马上要进行我们的 Part Two， 请看来。市面上产品上千种，但是很多产品男人不用，女人在用。像最简单的避孕丸、验孕棒，以及女性生理期用的卫生棉、卫生棉条以及卫生护垫。隆乳器、魔术胸罩，完成女人的梦想；束缚腰夹，展现女性的身材；性感内衣，增加生活情趣；比基尼迷你裙是男生注目的焦点。想增加魅力的假睫毛、睫毛膏、脱毛膏，以及除皱纹的除纹霜；补血补元气的丝雾丸中降汤，十八种女性用品，你总共记住了几种？回来现场可能要女生过来写比较好一点。十八种女性用品，大家记得几样？那天心来了，天心来，好，我们这边派天心，计时是计时两分钟，两分一杯开始。我们女生来作答就比较容易，对对，男生来写女生的，如果写得好，很奇怪啊。不要交谈，不要交谈，不要交谈，不能讲，不能讲。我们交谈哦，对，我们都在我们摄影机的严密监视之下，不能有任何的这个肢体语言以及这个动作，不能。我们的罗比琳啊，八个答案里面十六个注音。Thank you.
多久时间？好，经过了。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停。不行，要时间到。我们先来审核一下罗碧玲的答案。好，来，十八团罗碧玲的避孕丸，避孕丸有。卫生棉条有。卫生棉。有卫生护垫有比基尼裙啊比基尼哦有比基尼有四物丸有中姜汤有调整型内衣有魔术胸罩的意思嘛对合理然后束缚束缚有束腰束缚跟束腰是束腰不行吧腰夹才有腰夹腰夹哈性感内衣有性感内衣有不一样有性感内衣有调整不行没有它分开的性感假睫毛。就假睫毛有睫毛膏假睫毛干嘛花掉睫毛膏睫毛膏有除完妆有啊有厉害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三种好六到五种拜点神啊好不错看看我们这一边了四物丸有中姜汤有避孕药丸呐 啊保险套啊。没有啦，哪有保险套？保健套，保健套，这是健。哦，卫生护垫有，卫生棉有，性感内衣有，迷你裙有，避孕棒，忘记避孕什么东西是不是？避孕棒是不是？验孕棒什么？验孕棒，验孕棒不是避孕棒，而且避孕棒那怎么办呢？不是罗碧玲姐，验孕棒，人家写得很清楚啊，知道？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哦、答对七个我们怀疑天心是个真正的女人人家答了十三个这个不稀奇这个是属于团体的分数所以罗碧玲这一组呢每个人各加一百分哇这么多啊我们现在来看看左右脑的分数、哦、我们这边的分数吓死人了电脑是不是坏的怎么才一百分啊没坏是吗坏的是人脑啊不是不是从头到尾才一百分、啊、对对四个人脑有点故障真是各位把猪头挂起来好不好不不其实郭先生你不用挂猪头也像好不好就不用再挂一百分哦我们看看右脑领先多少哎呦一千两百五十分哎呦右脑大概零头就比他们多了净赢一千一百五十分了不过别开心广告回来现场之后呢我们还有瞬间记忆我那个题目分数才高你稍微休息片刻进行我们的天才 Bang Bang Bang今天的单元是抢答题瞬间记忆瞬间记忆每道题目呢前三题有五十分后面三道呢比较多了是一百分的好加油了瞬间记忆来好回到现场了注意了、就是、这是抢答题了就是我们的题目内容了是好大家注意了看第一道 题来最上面的蔬菜是什么？欧阳高丽菜。高丽菜。高丽菜。应该是这个同性的。他知道那个是菜都不错了。哎，你们的敌对怎么帮我讲话呢？我没有帮你讲。我是怕人家觉得你太笨 ，OK？ 你是我先生，不能太笨。哦。对，也不能因为参加我们节目就有婚姻有问题。家务事回家关起门。对对对。来，第二道题，请看。红色蔬菜有哪些？好。来，红色蔬菜有哪些？胡萝卜、番茄。好，果然是番茄跟红萝卜。好，第三题，来，请看。第一、三、五爆破分别是什么？我这个厉害，一、三、五。白菜。好，白菜。白菜第几个？第一个。第一个。然后呢？第三个。不用再讲了，不抢答。好。第一个那个水果是什么？什么叫水果？第三个是白菜，第五个是茄子。哦，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刚刚看不晓得那是什么。不是的，你把它念出来。胡萝卜、番茄不是啊，还有一个也只剩下一个。笋子。我就。笋子。长什么样？好像紫色的。紫色。紫色的。你确定一下颜色？青椒。青椒。请说，欧阳龙。蒂顺啊。
竹笋，然后是什么？第三个是竹笋是第一个，第三是什么？中间那个是白菜嘛，第三是白菜，第三呢是第五是什么？没有第五嘛，第五就是那个小心智慧型犯罪，不要乱按铃。第五就是茄子。白菜、红萝卜，然后是茄子，最后才是青椒，一三五嘛，是。没关系，表示这个其实郭子乾脑筋也很清楚了，对对，只是不认识，不是菜，他不认识菜，菜不认识他，对，因为他本身这个眼睛色盲的程度也蛮重。这是瞬间记的 Part One， 接下来进行 Part Two 的时候，每一道题抢答是100分，一百分了，加油了，速度很快了，很快，真的是一秒不到哦，好吧，来，瞬间记忆 ，Man。好啊，题目出完了，对。题目从我这边问，题目从我这边问了。第一，注意听了，绿色的字对面是什么字？罗碧玲，黑红绿紫，什么字？绿色的对面嘛，对。是什么字？黑红绿紫，紫。没错。好，有没有人抢答？对面什么字？罗碧玲还要抢？等一下，先把笨。红红红。再来一个蠢，蠢凉。来，请说，请说。对啊，一直这样。什么？黑红绿紫嘛。对啊，绿色的字对面是什么字？黑哦，黑。黑色。红色。来，猪头再借一枚来。不是，你不能一直拼命答，备用啊。好，这个抢三题就不能再抢。绿色对面的字是什么字呢？就是绿。这个字。第二题，请听了，来第二道题嘛，注意，红字是什么颜色？红字，罗碧玲，黑色。哎呦，100分，给大家抢黑色，好厉害！注意了，上下左右各是什么字？罗碧玲，黑红绿紫。什么？黑红绿紫。哦，200分，好，恭喜恭喜恭喜！哇，这是独对两挂猪头，那当然了。怎么来宣布两对总值？其实不用宣布，大家很清楚啦。对对对，朱老师得到250分，创下历史新低点，恭喜恭喜！股票要像这样，大家掉眼泪啦。是是是，来我们看看股票，大家所希望的是站上14550分，14450，恭喜！来，恭喜是用脑点，恭喜你们。没有金牌一面啦，那到底今天谁是我们的 MVP 呢？广告回来之后宣布我们的 MVP， 进行我们的记忆金库。左一，左七，右四。天才。好，这个右脑的成绩已经公布出来，是今天的冠军，每个人发一面金牌。好，恭喜！现在一面金牌一般是庙里才用到，金牌那个小的也叫一面。哦，他们一枚金币，它不重，但是它是金牌。我是马上要宣布我们今天的 Most Valuable Person MVP， 到底是谁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今天的 MVP 就个人拿得650分呐、啊！哦，那就是我们的罗碧玲小姐。谢谢各位陈老，谢谢各位陈老。老先生有眼，真是一个喜欢爱钱的。对，而且重点在最后这一个趴打，一进就有了。为了要让大家了解我们制作单位的诚意啊，后面是摆现金呐、啊。Cash 要不要看一下？要不要看一下？看，哎呦，哇塞！而且这个搬回去多过瘾，你知道吗？好，所以现在请站这个位置。好，请听我们记忆金库的密码，注意听啊！我们大家在全场都不会有人任何的声音给你，不能有讲，不要讲话了，不会干扰你。来，请开始。金库密码。右八，左一。左七，右四，右九，左五，
有二。好，好，要念出来，请开始。右八，左一，左七，左七，有点期待了。右四。不能讲啊。左五，右二。制作人的脸呐、啊，恭喜恭喜！在偷没关系，我们正在恭喜他，这个就厉害，这个真的厉害了，真的厉害，真的厉害。所以知道罗碧玲真的是聪明的罗妹妹。好，请回座，恭喜他。现金就这样搬走了。我们节目不是这样就完了，现在里面没钱没关系，只要开出来就有十万看。我们也征求我们现场观众朋友及我们的报名参加，今天就来了一位观众朋友报名来参加，他个人呢是开金库的高手，哦，是是是，而且在银行业上班，对对对，他的个人资料我们来看一下，来，王先生，欢迎王坤南先生，王先生。他在银行业上班，开金库呢是他每天必要的功课啊。你开多少年？开了三年。三年。今天这样，七组号码，罗碧玲已经开走了，所以你要比较辛苦一点。我们给你八组号码，八组，但是奖金十万块，他加五千，我加五千是十一万，十一万，好不好？这样可以吧？八组号码，十一万块，往前一点，请往八组记忆金库，请。听，金库密码。右四，左八，左二，右七，右三，左九，左一，右六。请教王先生，您家里几个兄弟姐？哎，请念。人家不理你。天才 Ben Ben Ben。好，右四。左八，右二，右二就错了，左二，左二，左二，哎呦哇，你看，你哇，这像话吗？你们这是干什么？是不是来为欢声雷动啊？你在里面什么态度？什么态度？这还拜拜？对，王先生，恭喜你没有啊！不，你这王希望下次再来了哈，谢谢，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对对，谢谢。下次我们开你们的金库了，谢谢你，谢谢。我们节目不是这样子的，八位特别来宾，但罗碧玲不要猜了啊，七位，我们让你们一次机会。各位看到这个转完之后停留在中间这个的号码，就是各位有猜出来可以获得两千块额外的奖金，十万没有，但两千我们出得起，我们出得起。好，来来，一个欧阳老。八号，一号，四号，也可以重复，无所谓啊。八一四，然后呢？三，八一四三。七号，七号，九号，九号，七七九，八一四三的七七九，六，八一四三七七九，不关你的事，我不关我的事，我选六嘛。你选六，看你运气好不好？我告诉你，六号再中，我再加两千给你 ，Go。六，没人猜零啊，没人猜零啊。六，我的天！拿来。所以
钱，一定要给。所以你为什么常常输钱？你怄嘛？刚刚我跟你讲，你不要跟、啊、你要不要跟罗美美哦、啊？罗美美啊，很邪门，好邪门啊！今天是穿红内裤啊，太恐怖了。2000还是2000一定给。好，我们别忘了每个礼拜五晚间9点到10点半，说出中视频道收看我们的《天才 Bang Bang Bang》。